原标题：红军最悲惨的高级将领壮烈牺牲后，连任命抚恤金的亲属都没有。在战争时期，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将领，这些将领的资料都是要被保存下来的。然而有这么一个人却非常特殊，他就是红军第十师团21师师长胡天韬。对于胡天韬，我们的了解就仅限于此，甚至于连最基本的年龄、出生地都无法知道。他也应该是红军史上最神秘，同时也是最悲惨的一位高级将领了。对于胡天韬在入党之后的一系列事件，我们也无从得知，只能够从王耀武的口中了解到他的一点信息。王耀武是在怀玉山将胡天韬给捕获的。这名红军师长给王耀武之所以能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，是因为他死前令人的一段对话让王耀武非常震撼。对于王耀武的一些略威逼或者是哄诱，胡天韬全都是有理不尽。当被问到战友的信息的时候，胡天韬的回答全都是不知道。最后胡天韬因为不配和国民党的逼供，壮烈牺牲了。然而当时所有知道他身份的上级和下级全都战死了，整个红军竟然找不到一个了解他的人，甚至余都找不到一个亲人来认领他的抚恤金。所以胡天韬的身份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底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